号称弯道王子的马自达确实有两下子，麋鹿测试比同级合资略胜一筹，时速77公里，马自达 CX-5 展示了什么叫做灵活走位。在当前速度下，马自达的转向反应速度非常快，通过速度也快，不像其他车型稳定系统会介入降低车速，从而通过测试78公里，车身出现轻微推头现象，撞到一个锥桶，车身姿态依然稳定。参考本田 CRV 的麋鹿测试，可以说是天差地别，